左后静脉瞳，左后静脉瞳，两个病人啊，一直击打那国家机器，所以呢，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人也会产生疼痛，也会产生疼痛，病情经常的抽送了一份信息给我，告诉我他正在努力，正在击打国家机器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，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，这么一个情况，也在打国家机器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，